羊角豆、苦瓜、香蕉等都是吉隆坡郊外岭环保教育站蔬果园的种植成果。蔬果累累的园子吸引人民代议士前来参访交流，希望将城市菜园概念复制到更多社区，推动身心健康活动。所以刚才来到，我就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说，在我的选区里头，我也有一些像孤儿院啊、老人院啊，或者是那些收容所哈、要看看怎么把这样的这个做法能够搬到他们各自的这个收容中心去哈、让大家有机会从事用这个农耕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来疏解自己的这个紧张的生活心情的一个方式啦。善用空闲土地，期许让城市农耕遍地开花，为生活注入生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吉文次，马来西亚报道。